能安静，身体开始变坚硬，躺在黑色的木棺里，那可能就是你天命。亲戚在你坟前撒满了鲜花，眼泪和眼底，我没任何波澜，好像你死了都跟我没关系。你就当昨晚吞了一口安眠药，距上次打电话都已经三年了。记不清我家在哪栋单元楼，单薄的纽带，看破了丑态，都是因为观念不合。医院停了呼吸机，不能再帮你清洗肺部。当幸运坠落，最后的一眼都不能听你赘述。当戏唱完了，好事们撒钱来供述金衣退幕，用物质来缓解他们这些年攒下的心理罪。这结局对你来说不算是悲惨，对待代工的我也努力尝试过很多次，追赶总是超标，哎，让你不分是非。换季可能是你对贫穷和保留的恐惧和自卑感，至今荒诞的年代，在桌上只有土豆搭配着作业被泡进汤饭的咸菜。我没法理解到在铁地里用双手把企业炒，但纯靠汗水中买破烂的钱袋。亲戚之间我不想讲太多，争吵的画面没必要往外播，听到我爸的资产你没有太多难事情想摆脱。有人捞到了油，有人也熬到了头，贵的会越来越贵，便宜的东西还是便宜，这资本定律在我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延续。我搬去洛杉矶看秀场画展愿意，我裹在工厂里面满身汗大汗黏腻，这给我徒增熬到罪恶感，我可能会破产，在墙头的合同上被落款。你还不懂这时代的汗水相比验证廉价，我也不可能去给你解释上有的钱生钱嘛，只能怪那年代人速度少了，思想被浮屠搅和，但是熬到猪脑壳。观念的纷争那方式硬是输不好说，矛盾在升温，直到你这颗枯木倒了。我希望我能把一切搞定，跑进故乡的庙堂，祈福你在天堂会好运。也希望你能够明白，我们的成功不是侥幸的，像真正的好大学都只能靠自己考进去。反正你的遗憾会像梦在水中。